是不是要在我们这个地方，是不是有个叫做表单处理了？是不是叫做添加什么处理啊？那添加处理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用一用什么？大家最熟悉的，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里面去写啊，不要搞另外的文件啊，容易晕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表单什么？表单的一个验证啊，表单验证。那么表单验证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写 dollar this。那么我们是不是写 validate？ 第一个传 request， 第二个呢，我们是不是写？我们有哪两个是必须要传的？一个是 name。一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字段名？OK， 那这两个我们是不是就是写好了？那写好完成以后，那接下来是不是你就是验证通过了？那验证通过以后干嘛？我们要干什么？就是验证什么？通过后啊，我们是不是就要入库啊？并什么跳转到什么我们的列表页面？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？那这时候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来什么？获取数据，是不是叫获取数据啊？那这时候呢，数据呢我们也都知道，这个数据呢是什么数据呢？ request， 我们是不是用个黑名单？我们去掉谁？下划线 token， 这个肯定是不要的。还有个什么？是不是就是表单上传的时候是不是有个 fail 那个东西啊？是不是这个？把这两个我是不是都给它干掉了？干掉完了以后，所有的数据是不是都是要的？要的完了以后，大家就好了，我这时候是不是就要入库了？是不是要入库啊？所以说我们要入库啊。那入库呢，在我们这个地方来，我们用的是什么？是不是有个叫 create， OK 吧？然后呢叫 post date。那这时候是不是整完了？整完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就要进行跳转了？什么跳转？那么跳转呢，我们用个 return， redirect， 是不是 redirect 啊？然后呢 root， 然后我们写上 admin 点房啊，然后呢我们 index。 那这时候呢，如果说你想细心一点的话，你还可以加个闪存过去，加个提示吧。那这时候我们不妨干嘛呀，刷一下，我添加一个叫做什么呢，咱们啊，咱们打开我们的效果图嘛，我们就加一加嘛， OK 吧。那么在哪呢？在这个地方来，哎 ，OK 啊，你比如说哪一个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来，大家看哈，我们现在来加哪一个呢？我们加一个就是租聘的类型，行吧？能跟上吧 ？OK 啊，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来，我们加一个我们加一个啊，我们加一个哪个呢？加个租房小组吧，好吧？租房什么？什么租房小组啊？那租房小组呢？有没有图片呢？我们说这不是负极吧？负极你有没有图片都无所谓，所以说我们保持默认啊。那租房小组呢？我比如说我后面我们的数据库字段，那么后面的数据库字段叫什么名字呢？老师在这后面呢有设计好，那么我直接就在这个地方干嘛呀？换一个过来啊，租房啊，没关系啊，这个东西我们后面你。都要带着大家来创建啊，这个你别看到什么，别看那字段有点多啊，其实不是很多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是很多吧，不是很多。OK，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这帮小组啊，那这时候我们包这么一点，大家看好有没有添加成功？那这帮小组有了以后，那接下来干什么？我再来添加一下，比如说我这个地方选择租房小组，我选择什么东西呢？加注什么？加回龙观啊，你们晚上又有同学肯定会干嘛呀？就会在回龙观里干活了啊，这很正常啊，回龙观你们在回龙观很正常啊，回龙观。OK 啊，真的回龙观，我很多朋友都在还在回龙观住着。那这时候大家看好，我是不是就上传了？那这个地方要不要字段名啊？听好了，这个地方的话，你要字段名呢，就把刚才的那个字段名再复制加粘贴，是不是就可以啊？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所以说我们发现字段名要不要，是不是必须的？它是不是就不是必须的？所以说我们在这时候立刻就干嘛呀？
你要发现它不是必须的，立马就干嘛呀？是不是就改啊？啊，立马就改。那这时候干嘛呀？我们重新干嘛呀？刷新词啊，加注回笼罐。为什么不带提示呢？加注啊，加注回笼罐啊，啊，不能说加注回笼罐啊。两横，这时候干嘛呀？我们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小错误啊？那这个错误的话，好不好解决？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字段我当时创建的时候它不能被null，但是我现在没有传，它是不是就被null了？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吧？那就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啊？我们当时怎么讲的？啊，当时我们怎么去解决？当时我们说我们的解决很简单，我们用的是叫做修改器，大家还记得吧？那么我说修改器呢，可能有些同学呢又有点迷惑，于是乎呢，我在这个地方干嘛呀？我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来写这个名字，是不是也可以啊？那这个地方怎么去写呢？你看好啊，我在这个地方来，我是不是可以进行判断？如果说你存在的话，咱们怎么样？否则怎么样？我存在就用它，否则呢？这个地方我们用三元吧 ，OK， 存在就用它，否则呢，我们就来个空字串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那当然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还要复制一下 ，Ctrl X 啊，复制等于一个什么 ，empty，OK，、okay,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成功了？可以吧？这个是干什么？哎，就是什么？因为，呀呵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，因为什么？我们的字段什么？不能为什么为浪啊，而我们干嘛呀？没有传数据，是不是没有传数据啊？所以什么？所以的一个，所以一种什么解决手段？听到了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解决手段啊 ？OK 啊，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干嘛呀？我再来添加一下啊，加注回笼罐。我就不相信这回笼罐就那么干嘛呀？啊，就那么硬啊，就那么硬。OK， 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删掉啊。那接下来加注回笼罐，那这时候我们选一下啊，我们回笼罐在哪呢？在这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名字不要。哎，哪一个？还有吗？这个地方的话，应该是空字不串了吧？咦，对的呀，OK 啊，这个地方干嘛呀？我 OK 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先干嘛呀？我们用 post 什么 date OK 啊，这个地方很简单，右击一下，我们重新加载一下框架。这时候大家看好，有没有啊？是不是有啊？我知道，哎，别着急啊，就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已经有啊？有的原因干嘛呀？我少了一个东西区分。这种你告诉我啊，大家看好，我这种干嘛呀？是不是空了？刚才什么？没区分啊，就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没区分。那这时候大家看好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我们干嘛呀？我重新点一下啊，加入回笼罐，这个回笼罐干嘛呀？这回笼罐是真不想让我加注什么回笼罐啊啊，加注回笼罐这个地方干嘛呀？我不相信干嘛呀？他就不让我加注，是不是可不可以？是不是可以了？那这整个我们加注回笼罐是不是就有了？那当然还有很多，你可以继续往下加，我就不加了，明白了吗？咱们不是说把这个东西全部都加了，我加一两个意思加是不是就行了 ？OK 啊，能跟上？OK 啊，那接下来比如说什么这个租聘的类型，你是整租啊，什么什么租啊，那你这时候干嘛呀？是不是都可以继续往下去做呀 ？OK 啊，那当然在我们这一块的话干嘛呀？我就不做了。那么我们所演示的这个添加流程是不是就完成了？